咁我哋而家做一个实验咧，睇一睇咧融冰对地球吸热嘅影响系嘛？嗱喺我面前咧有两块板，一块白色，一块黑色啦。咁上面有两堆冰啦，系嘛？嗱呢个白色嘅板咧就系代表咗咧由冰雪覆盖嘅嗰个地面啦，吓。咁而呢个黑色嘅咧就系代表当冰雪融化咗之后所暴露出嚟嘅比较深色嘅海水啦，咁样。我哋用一个成800火嘅一个大光灯系射住佢哋。咁由我哋睇下咧，究竟系边一堆冰咧系会融得快啲咧？而家过咗10分钟，喺白色纸上面嘅呢一堆冰固然系融咗啦，但好明显咧喺黑色纸上面嘅呢一堆冰咧系融得更加快，更加紧要。你越嚟越多冰嘅融化嘅时期，就系暴露出呢个越嚟越多嘅暗黑嘅表面，于是佢吸热就吸得越加紧要。咁吸热得紧要嘅时期，有更加多嘅冰融化。咁好明显呢个系一个我哋叫正反馈嘅一个循环啊，或者我哋叫恶性循环咧。咁呢个咧亦都系令到科学家系非常之忧虑。